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自由换灵境交错》。咁啊，今次系我第一次拍呢一个系列啦，可以咁讲啦。咁我会同大家抽嘢啦，都系。咁啊，事不宜迟，抽嘢啦。咁啊，今次咧就限定抽啦。咁啊，就系呢一个嘅主战阿斯拿。咁啊，另外一边咧就系呢一个嘅主战嘅夏拿啦。咁啊，一个个嘅作品咧就系刀剑神域啦。咁呢一边咧就灼眼的夏拿系啦。咁啊，火力仔咧就有讲过咧，就系话咩呢个点讲啊，即系电击文库啦。咁啊，最出名系刀剑神域，我只可以讲佢系其中一个咯。因为其实灼眼的夏拿咧都系一啲点讲啊，系出名作品嚟嘅，系啦，咁啊系先过呢个刀剑神域啦，系啦，咁啊另外就系、是、即系本身咧，我都系中意点讲咧，应该系话我中意穿原力嘅作品多啲咯，或者穿原力啦，系啦，咁但系其他作品咧就有呢一个嘅超科学电磁炮啦。咁啊，同埋呢一个嘅灼眼的夏拿啦，等等咁样啦 ，OK。咁啊，唔系净系得刀剑神域出名 ，OK。即系嚟个九抽啦，咁啊，长长久久啦，系咪？好。咦，支援嘅黑雪姬，我不嬲我都即系有噶啦，即系仲要系 C 嘅添，应该系 C 啦，系咪啊？佢系呢个系 B 啦，呢啲呢个系咩？呢个系基冬啊，雪菜啊 ，Yukina 啊，写住咁啊，呢个系咩作品啊？呢个死啦！写住唔知乜嘢血咁样嘅喎，写住 Silicky the blood。如果冇读错啦，因为好鬼死细啊，直接睇唔到啊，唔知咩作品。呢个系睇下，呢个系唔知乜嘢魔王。好熟喎、啊，呢、這个好似系咪阿福力仔之前同我讲过嘅咧？但系好耐之前系有套咁嘅嘢咯。咁啊，油座惠美，情报体子。咁啊，呢啲应该系你要有嗰、那个。角色咧先至用到，即系类似 skin 咁样啦，我谂。咁啊，另外又抽到呢一个战场嘅，哇唔知喎、啊，大佬呢、這个真系塞贝利亚。咁啊，另外呢啲系嗰啲，哇呢啲我都唔知咩嚟嘅啲。咁啊唔紧要啦，但系即系阿斯拿抽唔到。抽到呢、這个吓、啊、黑雪姬嘅呢个应该系 B 啦，个级应该系 B。咁啊，加速世界黑雪姬 ，OK 系正嘅，冇得揿噶啦，就咁啊就，有冇搞错啊 ？OK 好，咁我哋系咁总结一下啦。咁啊，由於時間關係咧，今次抽到啲角色咧，就已經咧個順序啊，係已經係由新至舊咁啦。咁啊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呢、這個黑雪姬，我哋一齊睇睇呢個黑雪姬啦。咁啊，黑雪姬係即係點講咧？因為我係中意穿原力嘅作品啦，咁所以其實我都幾中意黑雪姬嘅。咁啊，公仔都買咗三隻。是正的。咁啊，连葵一定同春雪噶啦，即系阿肥仔
即係呢個 Bad Lotus 同埋呢一個嘅 Silver Crow。咁啊，希望遲啲可以做埋肥仔啦，真係。OK， 咁啊，好啦，今次咧我哋呢一條嘅抽嘢片咧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咁多位觀眾。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可以撳個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話，你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。如果你想同我交流下嘅，你可以喺下邊嗰呢一條片嗰度留言。我哋下一條片翻嚟再見，咁多位，拜拜。